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？你这个小草肉有味道了，有味儿啊？你自己闻一下。是是是，还确实有味儿。是，实在抱歉，我给您重新换一份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先生您好，我们给您重新做了一份，您请用。还是有味道吗？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没有跟我换啊？我们已经给您换了，的确换了。把你的厨师给我喊出来。好的好的，我现在就去。赶紧，抱歉抱歉。就纳了闷儿了，早上才买的肉，怎么可能有味儿嘛？我，您好，有味儿是吧？你自己闻一下嘛。哦，好。确实有味儿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这个肉有问题。像这样，我给您重新换个菜，可以吗？换一个同等价位。好，同等价位啊。怎么回事儿？大哥，以后麻烦您吃饭的时候把鞋穿上，好吗？